你好，这里是由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和都市频道共同打造的消防专题节目《平安都市119》，我是主持人申小兰。11月份是消防安全宣传月，今天继续由我带您走进抢险救援的现场。就在近日，家住杨浦的吴小姐家突然起火了，不仅房子被烧成了废墟，自己还面临着相关部门的立案处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请一二，那个着火了，什么路？明星路。快拉！救命！我想啥么子，看这个火往外头冲，我想把灯熄火了，搿声音相当响，哎呦，火才冲出来。到后头伊拉讲，哎呦，熄火了，我快点要出来，朝厕所间迭个窗门迭朝，看到一个火球棒从外头出去。发生火情的是一栋老式居民楼，北面窗户已经炸裂。我伊拉搿小姑娘住到下头是喊救命了，猫眼里向看了，一看看到搿搭门呢开了盖，搿里向呢有得火。一个女人嘛，就敲门，里向有人，里向有人。我们第一，包括老百姓有说爆炸声，然后给我们的第一的印象以为是煤气爆炸，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就第一时间传达给了指挥中心。叫他们上去，进了右手边主卧。没有出声，外面信息请保持。除了火情，更让人担心的是，屋内还有一名被困的住户。搿是吓人啊！搿辰光我想到第一反应就是讲，马上人快点出来，害怕里面有人员这个危险情况，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进去的比较快的。中国速度吧，消防来的特别快，然后自己吓得其实也腿软，根本站不起来。那么，这名住户到底在哪里？刻不容缓，消防员立即冲进火场展开营救。到楼上的时候，门口有一堆电线挡住我们的前进的路线。进去之后，左边是一个小卧室，中间是一个客厅，然后我首先看到客厅全部被火焰笼罩，水供过来之后，我就首先把那个火点的位置浇灭。在水枪手的掩护下，消防队员不顾危险，奋不顾身地冲进了火场，前往南面的卧室搜寻。进去的时候，里面烟雾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担心他这个被困人员在里面出现问题。然后我们就一边进去搜索的时候，然后就一边喊他，他也没有回应。当时的这个心里就是一下子紧张起来，就怕他在里面昏迷了，或者是有什么危险的这些情况。这烟雾毒气比较大的话，那他这个人员很容易产生中毒啊、窒息啊，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用热成像仪搜索，一直找不到，从衣柜、床下面都找了，始终没有找到这个被困人员。然后后面才在阳台那位置看到有个小姑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被困的姑娘竟然爬出了阳台，攀上了空调外机和晾衣架，实在是惊险。我们那边是七楼，底下正好有个他们有个晾衣的棚子，一个铁架子，然后他就爬上去，就只能说万幸吧，那个棚子还有一定的承受力，加上他本身自己身体素质也还可以，就是在那勾住了。当时看到被困人员那一刹那啊，这个提着的心情啊就是一下子放松下来了。然后我们这个搜索组利用自身身上的那个安全绳把被困人员先固定好，然后才把他两个人从窗户外面慢慢的，然后救到里面的一步，然后就把他抱出这个房间。只用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这一场惊险的生死营救成功结束。那么，这场火灾到底是怎么酿成的呢？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啊，就发现这次火灾的过火区不是太大，主要集中在客厅区，过火面积大约在5平方米左右。现场我们发现了起火点，其实比较明确的，然后找到了火灾当事人，根据他的指认和我们勘验的一些痕迹，就指向了在客厅地面处在充电的一个锂电池。昨天晚上，七点左右搬上楼充电的，然后充电充到早上6:50，应该是在6:45的样子左右，发现了火，然后6:50报的警，报的119。
结合周边居民反映的情况，听到了树身的爆炸声，然后当事人发现的烟气的情况，我们基本就能确定了是锂电池热失控引发的火灾。那么在这起事故中又是什么导致了锂电池出现了热失控呢？火调员在现场勘验时的一个动作揭开了背后的原因。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一个周三的早上7点不到，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的爆炸声和火光令居民们惊魂不定。经常爆炸的是一块在室内充电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火调员在现场勘验时的一个动作揭开了这块锂电池热失控的原因。对，它这个电池本来它贴标贴的是上面能看得清楚啊，它这里写的仅用于锂电池充电，但是撕掉这个标签能看到它里面还有明文啊，是写着本充电器仅适用于铅酸电池充电。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主要有铅酸电池和锂电池两种，两种充电器长得差不多，经验丰富的火调员却能明察秋毫，因为这起事故并非个案。在2020年4月份，杨浦区也发生了一起锂电池在家里充电直接热失控起火了，在现场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充电器混用的情况。2020年4月4日，一位市民在家中充电的电瓶突然爆炸，一瞬间火光就将房屋吞噬。建议大家电动自行车电池不要放在家里充电，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从起烟到爆炸只需要3秒钟，就是已经打破了我们完全常规认知的火灾的发展阶段、猛烈阶段和下降阶段的这个整个过程。当时我把标签撕下来以后，跟这次火灾几乎一模一样，也是标签上印的锂电池专用充电器，而塑料外壳上的铭文写着铅酸电池专用充电器。所以这次火灾以后，我碰到这种现场保留的比较完好的充电器，我都会撕开标签去看一眼。充电器是和一起买的，车一起买的吗？就是的，充电器原本丢了，然后后来又买了一个。充电器哪里买的？淘宝。淘宝，你把那个截图，你现在打开来看，是手上找能找到吗？能找到。你先看看。在屋里。吴小姐在网上购买的锂电池充电器只有17.4块钱。是因为我原装的充电器坏掉了，然后就在网上买了一个，淘宝上面买了一个。然后我买这个充电器上面从头到尾说的都是那个锂电池专用的充电器，然后它也上面都是锂电池专用智能，什么充电自满、静音充电、过压保护，它上面写的都是锂电池。然后但是贴一个贴纸撕下来，上面写的是铅酸电池专用。吴小姐买的是锂电池充电器，商家给她发的却是铅酸电池的充电器，这是怎么回事？这两种充电器到底能不能混用？混用会带来哪些风险？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您知道吗？让我们一起去街头做个小调查。你知道你用的电瓶车是铅酸电池充电器还是锂电池充电器吗？铅酸的。铅酸电池。你知道这两种充电器能不能混用？不清楚。你知道这两种充电器能不能混用以及它们带来的后果你知道吗？不混用的。不好混用的。不能混用。不能混用，但是有什么风险我不知道。肯定会不好吧。市民们对于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充电器是否能混用，大部分是一知半解。接下来让男朋友带我们去听一听电动自行车的店家是怎么说的。可以混用吗？不能混用。不能就是呢？为啥？电池种类不一样。不是，一个充电器多少钱单买的话？像小的充电器179，这块手上拿了179。就是那你一个比如同样的能量密度的铅酸电池多少钱？铅酸的一般就在锂电池的1/3价格，价格在1/3啊，70-80块钱嘛。我给你看当事人买的那个多少钱？那肯定不安全。17.4块。对，网上也有，按你说肯定不安全。不安全。到一定温度它会自动断电，它这种都没有了。还有那个充电器那个材质是吧？
它就是正规厂家是生产的充电器，你放在火里面烧，放在高温底下，它不会起火，它只会扬掉。那么，不同类型的充电器混用，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请行业专家来解释一下。我们全站电池的充电器是额定电压的 1.2 倍，就是48伏，就是58伏在充电。锂电池是 1.12 倍，我们48伏的电池是用54伏来充电，就比较低4伏，对吧？你当你用全站电池去充的话，这个多的4伏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变成热能，热能在全站锂电池里面堆积，堆积就容易引起火灾。如果将这个截止电压较高的这样一个电充电器给锂离子电池充电，就会可能造成锂离子电池发生了过充，过充之后就有可能引发电池的热失控，造成火灾和爆炸事故。吴小姐在家里错误地使用了铅酸电池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从而引发热失控，造成了严重的火灾。这一行为不仅影响到了她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给邻居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事故发生后，这场火灾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个多月后，烦恼仍然在继续。当时这个全部像水泥桶一样，全部那三层皮膜那个结，全部水就来不及流，来不及流。当时辰光是个那情况，全是胶味道，胶个味道有吧？拿好像来，一摸煤滴出来了，哎，哪看到吧？已经煤滴出来了。煤滴，味道呢是一个礼拜没晒过，烟嘛从我这边出来，在胸上头，侪是黑的，搿搭侪是黑的。众所周知，锂电池因为内部具有可燃性，容易造成爆燃甚至爆炸发生。居民们最难以接受的就是入户充电的做法。说了不听啊，来居然光都不要充，对吧？这一充我刚不能听到几个地方充，一定能小小呀，那也不难。不来塞，我打到上头去，上头去隐患就大。这个都是居民住宅楼，那个电瓶车到上面去到上充电，危险性很大的。这个侬阿拉已经明文规定，侬不好到上头去充电，侬为啥上去充电呢？侬害了自家也害了人家。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入户充电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涉嫌违法。吴小姐私自将锂电池带入房间充电，引发火灾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第二项的规定，即过失引起火灾的，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他将面临立案处理的处罚。锂电池一定不能拿回家充电，入户充电这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然后还在购买一些在网上购买一些商品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三无，这是最重要一点。还有你是要仔细的看一下它是一些比较特别和电器有关的吧，你得看一下它的具体用途，不要像我这一次一样就是误入了。然后水火无情，一次火灾给人带来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还好人没事，这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想法。安全无小事，市民们也要注意，碰到价格低廉的可疑的充电器，必要时查看一下充电器表面的凹凸字体，看看到底是什么充电器。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当发现自己是购买了假货的时候，吴小姐后悔不已。不过虽然她受骗了，但是她把电瓶放在家中充电并引发火灾的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重则涉嫌违法甚至犯罪，轻则也要被处以警告和罚款。锂电池内部构造复杂，稳定性相对比较差，市民们千万不要图省事入户充电。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周再见。